是伫个梅仔观光工厂来举办。活动中是安排小朋友替爸爸来穿梅仔，希望和小朋友表达对爸爸的感恩。过程是相当的温馨，即妈妈透过镜头来看这场有意义的活动。小朋友是无用器材替爸爸来穿袜啊，因为比赛压力实在是太过大，所以现场是啥物状况拢有。为了推广社头乡的这袜啊产业，彰化县政府特别伫父亲节进行来举办一场感谢爸爸替爸爸穿好袜啊的活动。父亲节快到了啊，爸爸节，我们寿头乡哈啊，为了我们寿头乡观光产业，我们袜子哈啊，因为呢是你啦。一个是大人家己咧穿鞋啊，啊，这回我推这回推回咱咧落雨公安场地吼，啊，伊咧甲爸爸穿鞋啊，啊，我感觉真有意义吼，经过咧吼，鞋虽然迄阵袜子较少，即个袜子较侪吼，啊，会体会到讲吼，他在做父亲的辛苦。这项活动邀请30对爸爸甲读幼稚园的子女，透过替爸爸穿鞋啊，亲自做过动作。活动是充满着笑声，透过活动和子女表达对爸爸感恩的心，也借着小朋友小小的手，亲身来替爸爸穿好鞋头的好鞋啊，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请开路，大家起来，快点啊！来啊！主办人表示，希望借着这项活动，为这杯产业来打响名号，进一步发展替爸爸穿好鞋的活动，可以变成台湾上界重要父亲节庆祝活动。中心小看官谢涛报道。上山乡公所。